我觉得没有人会在一个演出专门还把歌词打上去，生怕别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没有，没事，等歌发出来，我觉得完全能够都知道谁的是好的，谁的是一般的。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很有把握的，非常有把握，十足的把握。觉得大家会有一个公平的评价，对吧？我觉得根本是没有任何威胁，阴不阴阳怪气无所谓啊，就比歌嘛。我觉得比歌这个还是游刃有余，对吧？比歌完全不怕，用作品来说话，我觉得完全不怕。而且确实啊，也该弄点热度了，不然老是觉得自己在逆风局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没事啊，他爱给人取外号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多取点外号嘛。说实话，取外号这个事情不就是他最拿手的吗？我觉得就用歌来做嘛，对吧？歌本来也是，歌也做完了，就正在发呀。